疫情解封，血液库存量吃紧，水里乡无爱无乡协进会响应台中捐血中心的捐血车，在水里举办捐血活动，吸引许多民众到场支持。还会继续会配合咱台中吼关怀中心吼的关怀车吼，来到地区吼水里民族桥顶来关怀哦。对着讲，因为近期吼咱的血库吼不管是O 型啊、A 型、AB 型等吼。都有很严重的缺血哈，那希望哈我们可以改善这个血库的缺血荒哈，特别在强调是缺血 O 型的。值得一提的是，近期 O 型血液更是相当缺乏。理事长洪一芬也希望大家能够养成捐血的好习惯。那我们都本协会长期哈在民主桥上哈涌入哈许多的爱心哈。来响应吼这个捐血活动，希望鼓舞在地以及邻近的乡亲吼可以参与这个活动，然后带来吼社会的温暖。捐血一代救人一命，这是一个使命啦。圣公吼让我们的多出的血液，让需要的人可以用得到啦。关怀应三十几年啊，高中时期捐血都关到今嘛，圣公吼这一个梦想啊。议员王秋淑表示，全台闹血荒，尤其最缺的就是 O 型血，呼吁民众共同来捐血，响应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最近吼，咱的血吼血库吼真正欠血吼所以嘛，直接呼吁讲吼，大家当共同来捐血吼，人讲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吼，嘛非常感谢咱的无爱无乡吼伫咱的水里乡遐来办理着咱的捐血这活动吼，会当减缓着咱的血荒无够，咱的血型无够吼部分吼所以嘛非常感谢希望讲咱的乡亲吼有当适合捐血的部分，爱当共同来捐关怀啊。水里乡无爱无乡协进会长期关注地方议题，此次以实际的行动响应捐血活动，鼓励大家响应捐血活动，提供需要的血液帮助民众，也欢迎乡亲踊跃捐血。记者邱平义水里采访报道。